各位同心，大家早，大家好。啊，这张有人无摕到无？拢有啊，吼，好。啊，你有看无？你拢敢有摕，还有看无？有是真诶，假？我吼，我应该足顺诶呢。我知影吼，我们台湾人吼，有真侪拢是拢做表面啦，吼。你今咱即摆这个高级班哈，我这个也做参众议会预算审议，这已经通过啊。啊，恁即摆现主席遐看，遐有六个法案拢已经通过啊。啊，佮因恁初级班的时候有一本迄个红皮有无哈？台湾公民权利法案，那个已经通过了。啊，这七个法案呢，现主席拢通过。即摆这个11月8号、9号哈。参众议院就是中央的参众议院哦，要阁通过六个法案，所以咱即摆呢，逐渐呢，这个我们的一个政府的形态啊，已经完成。所以你也看哈，很主席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在做，啊，台湾民政府嘛在做，啊，所以有人会问讲，啊，咱有甲中华民国政府的内政部有甲登记无？恁想咱有甲登记无？是伊爱甲咱定义才对嘞，因为啊，伊是流亡的政府啊，咱是在地的政府啊，所以你头壳爱足清楚的呢，你不要搞不清楚。啊，有即摆有真侪人吼，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台湾民政府嘛，啊，你没有看过台湾民政府，就想讲这台湾民政府是假，台湾民政府是伫欺人诶，啊，像中华民国足趣味的吼，中华民国伊即摆唔敢讲你台湾民政府是假。是无效的，啊！所以因这内政部就出一个文，讲迄公政府无啥啦，政府代表一种政治上的名词而已啦，没有代表任何意义。阿姨哪里讲吼？明仔咱所有人来去登记处理，弄个申请什么什么政府，啊，你看会通无？会通无？哎，讲样？会通无？未通啦，对不对？啊，那无呢？你若住伫高雄，你等于吼，甲申请一个高雄政府。领导人甲你讲你安尼，阿达，对不对？啊，所以你他卡多很清楚，你今天一定要很清楚，台湾民政府是一个政府的形态，一个政府的组织。啊，即摆美国甲你出这个难题哦，哇，我害人，我咱他卡摸一修。一片2300万内底，中国人才有300万甲400万左右，剩的是本土台湾人两种人。啊，但是这个中国人用这个教育，在咱台湾，因为因掌控迄个政府机构嘛，所以这个教育课本拢因写的。咱会当写课本无？袂使啊。咱若写课本，啊，讲一个上好的呢，你知影我的孙啊？我的孙子在台大的这个法学院的法律系，我在还没说的，他去好现在都会跟他们好好的那个教授变，那个教授真大家听的，因为他不知道后面是我，那个教授说，哦，啊，你现在才几年级，二年级，啊，你怎么懂这么多，你在哪里念的，等我跟他说，简告你不能后面说，你如果说你在腿堂，啊，我就跟他说这个外国的册，这本，我伊就读迄个册名，就甲遐教授讲，伊甲遐教授讲，你们回去念念看啊。因为有真侪册，国外的册是安吼，这本写的就这个部分，啊，这本写的这个部分，因无法多将这个战争或这物件拢总甲结合起来，啊，做一个迄个结论。啊，咱厉害就厉害，这样，算我头脑袂歹，真正。哎，不是我自己学自己啦，我真的有这个能力。慢了，先慢。啊，你我会拍死。我真的将这些所有的见解方向给集合起来，啊，然后呢，啊，给写出来，含美国都真的给咱学了。最近因为律师，咱的美国的律师，啊，跟美国的司法部的前最高检察总署的副检察总长有来咱家。你知道吗？你有看
看新闻无？有啊，我新闻就是咱的官网啦，报纸也袂甲你写啦。我阁甲你讲一个足趣味的，啊，因咪来对哇吼？啊，咱本来想讲，哇，这边机会来啊，我们发动1000个人来去机场来迎接。我坦白讲，这个主意很好嘛。啊，那你报纸有咧报，拢无咧报，拢凊彩啦，在你啦，一定会报对不对？但是美国甲咱挡，美国讲 no， 我们要很低调。我想来低调，原因是啥？因为这个流亡的中华民国的政府，他们是花很多钱，咱听讲，真普通哦，因遐人开真侪钱。啊，我那想讲哦，啊，真普通最近个心脏病个有问题，哇，你有看新闻嘛吼？啊，伊若翘起，中华民国唔得变喏，因为伊嘛是后继无人。啊，真害就是讲吼，美国无甲咱训，哎，美国这个中华民国无甲咱训练台湾人做这个外交官。你无定吼，你拢头壳未去想着，因为咱做一个政府，咱开始咧派人去美国、去日本、去 Australia、去加拿大，咱就发现讲啊，糟糕，派无人会当出去。咱即摆台湾朴素足侪呢，流美嘛足侪，你免相信讲吼，流美也足侪啦。遐英语吼，因咧讲遐英文吼，一塌糊涂啦，你要相信吗？你要相信吗？你相信啊？哎，咱这嘛有博士呢吼，嘿，咱今日嘛有博士来去上课呢。但是我相信伊家己嘛足清楚，我嘛真清楚。当然，我的博士是日本的博士。但是拄我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啊，这英文哈，我的阅读能力很强，而且美国人嘛不比我袂多，甚至我你讲 ，people of Taiwan, people on Taiwan， 美国人嘛。会会呢？伊话讲，我们拢台湾人 ，no。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 ，People on Taiwan 就是这俩做啊在台湾的台湾人。美国人都用这个来算。台湾关系法内底 ，the people on Taiwan， 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有三个公报，甲中国三个公报。台湾人都是 people of Taiwan， 你错一对哇！啊，你讲遐读博士伫美国留学倒转来，哦，英语中大诶，这边哦，上好诶考验啦，迄司法部来嘛吼。啊，咱就当时有几啊千个讲吼，应该要现场翻译，那有简单无？现场翻译啊！啊，你去美国，你总会对着美国人，啊，美国人会开起讲话，啊，讲话时你爱听有嘛？啊！你无听无，无你请问你要哪回答？啊！你现场翻译有困难无？有啊，应该没有问题嘛。然后，伫饭店咧演讲的时阵，啊，咱就叫遐留学美国啊、啊 Australia 啦、哈加拿大，那遐当天拢个集合货，每一场拢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呢。我来，我看恁只凊彩一个吼，出来做现场翻译。你看什么情形？大家拢叫噶，迄当阵就开始拢吼，开始看慢慢看我，安尼啦。啊，民众要叫一个两个吼，吼，拢无法哩啦。啊，甲因为阿爸无爱甲翻译，原因是讲吼，我若去翻译吼，人当来讲远诶。啊，你著甲伊斗好诶啊，啊，你著伊讲啥，你著翻译家己你要讲诶话啊。但是无多，我伫最后迄场，伫这个台南，我硬着头皮，我就只有上去翻啦，无免啦。啊，等你讲哦，因美国人因讲一下英文，法律上的名词很多，都翻啦。唔是讲像咱哩讲话，凊彩这个 conversation， 这个会话吼，安尼凊彩我都翻。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即个去美国去留学，即个人诶，大部分。90%，我刚刚90%，拢是伫乌白骗呐。去美国伫留学，学校去来伫读了，转来厝诶，拢是去找台湾人开讲。敢若伫学校迄段时间尔，啊！伫学校迄段时间，伊不一定上课听有。我想哪会知？我是捌做即个美国诶，即个夏威夷太平洋大学诶当属。啊，真侪囡仔去海外去读册，我著甲观察，
奇怪，啊，这读两年、读四年、读毕业了，讲的英语哩哩啦啦，啊，拢毕业。原来就是因读册作为笔记上吼，互相台湾人足厉害，拢抄来抄去。我无甲你骗，真正拢抄来抄去。所以有去留学，无去留学啊，啊，拢差不多啦。颠倒伫搭咧上课啊，台湾民政会初级班甲高级班啊，这是比伊个学历，中华民国学历较好啦。所以我倒来我就讲，你反正你若讲是高级班毕业，你有一张结业证书啦，迄张结业证书，即四千个人内底，我拢甲你当作你是博士，你是硕士，因为你较牛啊。但是虽然安尼甲恁讲，恁家己本身爱充实你家己啊。上个重要就是讲，你要去买迄本册《新台湾论》。哎，我唔是推销册啦，嘿，迄拍对册也无500块尔尔，一本只大本，你摕到恁家摆伫客厅嘛，足好看。我有通呢，啊，你吼有有真侪人迄本摕上来吼，位头甲尾拢白白白，那是不对的。哎，爱读，你家既然来啊，尤其拢即马些少年真侪，像咱讲少年，即拢乌头毛的啦。我是这乌头毛是假，因为我有染的。啊，我无染吼，袂使。我若无染吼，咱白苍苍吼。啊，一般来看讲，啊，这老头子你干啥？啊，我只有安尼，对不对？你有感觉无吼？黑头发是予人看到的一种的啊信任感，因为年纪看下较轻嘛。啊，其实我读到几岁啊？看会出来无？哎，恁拢恁拢出，恁拢拍马屁。我的夫人一讲讲，你讲吼，啊，你才老啊，不爱退休。我是免啊退休啦。我希望讲，咱的学员内底会当找几个啊吼，较少年的能够接我的棒子。啊，即马我若讲要防接棒子，大家都开始干嘛？哎、欸，啊，你敢娶咯，娶到这条，啊，你即马要防接棒，袂使，要赶快成功。啊，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所以我头毛遐剃掉，剃掉就代表决心呐，就是讲一定要赶快用最短的时间把它完成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欸，今天拍破那种点点的，我感觉吼，恁实在吼，我唔知要哪甲恁形容才好啦。该拍手不拍手，啊不该拍手拼命拍手。咱吼台湾人的迄个思想甲迄个教育，拢变质去啊！大家嘛是同款的，有啦，有校要叫我去上课的吼，我不喜欢啊，不要。你若讲有迄、那个像像迄一挂迄个教授足优秀的，学生囡仔读大学的，伊不爱学毕业，互伊替伊做工课，计写报告。你知影即卖现主持真侪遐博士班的学生哦，博士生啊，很可怜的。研究微博写微博的报告啊，拢是予迄个教授摕去发表，变作伊的，这不对。在所谓的博士底下吼，拢坐享其成，啊，其实都没有在研究。这后摆吼，我们一执政，一定要把它改过来。美国无人迄套的啦，敢若台湾有这套啦。台湾吼，拢啊注重啥一个虚名，啊奇怪呢，我拢甲研究讲起来，台湾人哪会变啊嘞？原来这拢是啥为中国来，中国人的特点碰风，讲白贼，诶，这拢即马台湾拢学较足好个哦，甚至比较强哦。台湾的诈骗集团去全世界有名，你敢知影？足厉害啦！即马足少年俩吼，报纸你翕，少年俩哈，啊，规个拢种钱，吼，啊，炫富，啊，咱台湾当时也变安尼，台湾人其实的气质佮水准是非常非常，会当予人尊敬的台湾人的气质，啊，那拢无去，所以台湾民政府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要脱亚入欧。离开亚洲，要去学欧洲。什么人做这做了上好？明治天皇。
明治天皇当时这维新的时阵，日本维新的时阵，日本天皇本身无穿过和服。欸，我跟你讲这，恁可能不爱相信，但恁去甲看记录内底，日本天皇、日本皇后是歹讲啦吼，日本的天皇捌穿过和服无？从来没有，伊拢穿西装，穿燕尾服。伊就是带头做表率，伊不爱穿日本的、日本的传统的、那个衫。台湾人若要脱胎换骨，一定爱行这条路。台湾人甲一现主席，我甲你讲上好的定心，恁知影定心嘛？吼，迄社会叫掠起个哇，啊，全世界有种夭寿人，你晓吗？用未使食的油，予咱大家人食，食九年呢，莫怪即卖癌偌济咧，癌足多呢，洗身的啦，哎，看有夭寿无？啊，莫怪伊赚足济钱，一年赚5000亿，伊低保低买，一摆买17号、14号，变成非常非常的有钱。啊，恁台湾人呢，足辛苦。你交税金，你做兵，啊，够不用毒死。当然，真正死呢，我无爱骗呢。你唔知食偌济，我相信无人无食啦。今日报道佫出来，统一19项下架，统一的泡面，拢总是。定一进迄定心的油雷者，统一的迄个也做啥？迄个大家拢足爱食迄啥？迄个关东煮，拢总下架，夭寿哦！大概我来去坐高铁，我来去买迄个关东煮。无怪我感觉讲，我即马只老，原来就是食迄个油。欸，你免笑呢，你嘛拢有啦，你莫甲我骗啦。您无食过泡面，我也袂相信啦。莫怪伊吼，马英九私下给伊10亿，那我给伊100亿，我嘛敢？我赚500亿，我哪有差？迄种人啦，咱台湾执政，民政府一执政，我跟你讲，我跟你保证，一礼拜就甲枪毙。我一礼拜我阁未过瘾，我用3天就甲枪毙。哎，枪毙是您讲的哦。什么是跟我们说违反人权，那些烦死的，那些都违反，我是我跟你说，我就是想起来，有说反对死刑的有啊，啊，要怎么改观？哎，啊？老改。老改，没得要死刑，还你老改。老改是很公的。后来台湾民政府执政一个月，我们没有监狱。欸，你想，你犯罪，我就还请人给你告。我煮饭给你吃，还搁洗香烧嘴，给你洗身躯。我咧读个歹个，咱拢读个歹啦，唔免用鞭刑。欸，对，你都吼一个月，欸，拍一摆还要休一个月啦。咱听讲，鞭刑你无人唔捌看啊，我再给恁看。欸，鞭刑给恁看，欸，尻川会白白迄个，来拍咧好看，好大家看，安尼啦。安尼好唔？你有赞成无？赞成。安尼那着去监狱，对不对？安尼讲死刑，有人反对，我一定讲 OK， 你反对，来，互你带回去吃，但是你袂当我出来。啊，若出来，我就你来死刑，无人敢阁反对死刑啊。会死刑一定是非常严重，什么台籍的袂死刑？啊，夭壽哦！有即嘛即款的法律啊，美国嘛照常咧死刑，是安那免死刑。我们只要有死刑，还有一个就是啥，就是鞭刑。安尼呢，以后所有监狱拢开放，恁拢让来住，观光啦！哎呦，你莫咧好白心，讲叫恁来住，恁大家笑噶，观光啦。啊，有人真奇怪，台湾的夭壽迷信啊！
我若你歹运哦，都去监狱过待一工就好啊。啊，我就来开叫政府开一个吼，那有运气无好诶，要改运呢，拢会当来。那就好啊嘛，干毋是？啊，待一工看要几千块，爱过当趁钱，开监狱来趁钱，全世界干咱台湾有尔。啊，你讲这个主意好不好？好。欸，我讲我一定会这样实施，我无甲你骗哦。哈，你要犯罪，搁你搁犯，你要共偷提名，要强奸女生，弄个变形，拍一摆，我甲你讲，你讲迄拍落安怎，你知唔知？迄有报纸，迄一个叫做新加坡诈骗集团，吼，啊，刚刚抓到五个，啊五个吼，四个拢承认，然后一个不承认，不承认，我讲起无歹哦，变形一下，拍一个。我甲看伊个电视落迄个飞机，我惊咯，安尼开家镜，开家镜，啊，人家问讲，啊，那个变形感觉怎么样？用生不如死，怕起来娘嘞。啊，所以讲变形是咪真好？啊，咱免去了食物，啊，免请人家顾，啊，免去住好大，哎，无比这个较好呀。这么简单啊，中国人不要想啊，因为中国人不要想，这有原因吗？因中国吼，那给你判刑吼，用钱拢买会通，看开偌济吼，啊会通。我们不来那一套。但是我跟你讲哦，台湾民主后摆那贪污绝对死刑啊，我先讲哦。所以你今仔在座各位拢总是台湾民政府预备官员。您家来这里也看好清楚，你在中央任职，哦，你请，啊，你也可以在州里面任职。11月1号、2号，我们就要中央的内阁为了集合啊，两天的训练。啊，咱就要在州，因为叫国际班毕业吧，可以利用那个资格，所以11月1号就是下一个礼拜。的礼拜六、礼拜天，您呐、啊，11月1号哈，你们也可以先呐、啊，您带先来报道都可以啦。你家己进，别管别进退一个职务，但是拜托卖进就伤简单的啦，哈、哦、啊，文化省哈、哦，文化那个文部省的那个文化厅，跟那个叫做观光哈，哎、欸，这两个已经拢客满了。不是只有客观的，打得有够多啦。我希望讲，每个人应该去读别的，参加别的迄个单位，因为我即摆伫上课，初级班、高级班吼，啊，高级班的部分，拢是每一天的早时7点，啊，7点半到8点，啊，了咱的讲师会甲咱各位很详细的上课，每一遍。诶，礼拜六诶课拢是很重，啊，当然呢，拢无考试啦，啊，即卖大家足惊考试，啊，但恁11月1号礼拜六，我们有郡守考试，滚细的考试，简简单是非选择，啊，圈是的对的打圈，错的打叉，啊，1、2、3、4，那简单无啊，但是拢考袂过。200个课，才要过10几个，你不要相信，你能来考。啊，但是有的人，咱有甲大家讲，你考几次都无所谓。有的人已经考7、8摆啊，啊考袂过，但是不要紧。往你只要考一摆，考一次，你会增加你的学问。一本册让你教，要读对。有的人说、啊、我都记不住，不用用记的，用理解的，你就有多考。真少有人说一次就考过，那你大家可以来考看看，反正考试都不用钱的啦，还有一顿饭好吃啦，那不错啊，对不对？所以11月1号礼拜六上午、下午2点开始考，考到4点，啊！你当早时来，到咱的咖啡厅坐哩，读册。啊，
下晡考试，恁拢会当来参加啦。啊，你免家己感觉讲家己袂晓啦。迄本册遐尼简单啊，从头到尾，甲看哦，看一摆。日期不一定爱记，日期呢，用伊迄个年代去记较简单。你看吼，我写遐尼啊侪册，我写几本，写十八本，我写十八本的书，但我的日期都记得清清楚楚。几年几月几日，也是我的专长。因为我伫读册速度真紧，甲人无共款，所以我有安尼想讲吼，咱有诶是讲吼，啊，迄囡仔吼，咱恁即马拢可能有囡仔啦吼，啊，有诶是啊未有囡仔，特别有囡仔安尼啦。后摆囡仔若未晓册读啊无好，卖甲怪，真跟他的头脑有关啦。啊，跟他的头脑有关，跟谁有关？跟你自己有关。啊，你好伊就安尼啊。你给人的 DNA 就这样，你给怪说你不要读书，不要读，别说了，是你自己的原因，不是小孩子。小孩子如果说这个书他读得不好，不要怪他，他很有可能，而且是一定是在某一方面有专长，你不敢发现。所以台湾以后的社会要改变，怎么改变？我们要提倡每一种状元都不一样，让日本人真好。日本人可别讲日本人雕刻，雕刻你知嘛哈？雕刻到某一种程度，他会被封为国宝、国宝了。啊，伊叫伊读册以后嘛，未晓，但是伊雕刻恰巧有够赞，有够水。啊，伊就直接方面去研究，啊，赶快做这个物件，会当赚足侪钱。现在台湾都不一样啊，学那中国人士大夫的观念，你不要读到博士不行。所以我从来都不爱给人家说我是博士，啊，美术跟大家差这么多，我不爱。你宁可把我当作我小学毕业而已，这样就好啊。读这是充实自己，在美国、在加拿大、在 Australia、在澳洲，我不去几十次啊。人那些人从来没有在注重学历，所以你请那个泥水匠，你不能小看泥水匠呢。泥水匠有的人做到有够好呢，这块土地那个地面，伊甲抹甲平平平，拢袂去逼，拢袂迄个叫做膨过，膨过恁听有人？膨起来迄款，人有去研究啊。这种的就是专家，这种的就是咱的国宝。他赚的钱不应该会比一个念书的博士少。我们台湾民政府会朝这个方向去做，所以每一个人生活应该都很快乐。不一定爱读册啊，不一定爱记忆啦，也要读册。像我这款五人，给我去读得好多。啊，恁那会当做其他去做个，我平了当下有够好，我做专家，我画画足好诶，行行。夜夜拢也上出状元，啊！你要出状元，上好报酬是啥？给因很高的待遇。所以我今日要甲咱所有高级班的学员讲啊，你来遮读初级班、高级班，你也有迄种的心态。迄种的心态就是讲，我们要让台湾所有的人恢复正常化。不止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台湾人也要正常化。台湾人已经都不正常啊，那些政界还是想到说刚才走出来旁边开始黑白台两分钟台几个七八个，哪有人这样，那就不正常化嘛。阿黄抓到他也是一样的，还在笑呢，那四个人都应该死的，不对，台湾已经是一个变态。啊，你讲咱我都甲救啊，其实美国人甲问几下摆 ，Roger， 你确定要救这些台湾人吗？我奇怪，那美国人定你甲问这句话，啊，难道讲咱这台湾人拢死死好吗？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但是我哪想想，
台湾人真正有这种的特质呢。偏偏安尼上课，上些初级班、高级班，啊，都有个人头脑好，甲讲，伊就要去创造另外一个台湾民政府，要去占中央新村。恁家己去甲想，就知影讲，迄不可能。啊！就偏偏有人要去，啊！佫偏偏有几十个人来对伊后壁去，啊！即马才去用起诉，啊！要求伊甲你创一个美国台湾政府，啊！人有人叫是咱的，啊！即马偏偏就有人创出来，啊！分做两个啦，一个就讲，安尼美国军事这样，安尼找美国就好啊，日本免插伊，所以有一个美国台湾政府，啊！去占中央新村，安尼讲执政。我是听无啦，你毋知听有无？啊，即马另外一派人就讲吼，啊，免插美国，咱即马是日本人，带出来讲去日本，去宫内厅，迄假的啦！我甲你讲，我知，因为宫内厅我有联络嘛。迄讲去找宫内厅，迄拢假。啥物宫内厅要伫台湾设一个办事处，要发护照给因。啊，像即种的遮尔啊颓的代志，伊都我都较相信，讲交两千块就好。啊！若要交两千，我甲恁讲哦，恁交一千块就好哈。不可能的事情，用普通的智慧去判断的，怎会记？偏偏都一挂推阿面的。当然，伊也这也差不多一个，迄我那算我那我有害有着啦。因为有一个吼，迄三岁就因老爸老母离婚吼，甲读初中的时阵吼，老爸老母甲送去日本去读。因老母落尾结婚嘛吼，甲日本人结婚，啊，转去日本，啊，读三年了，转来台湾。爱讲甲大家讲，伊是日本人，讲伊东京的东大毕业，要求这个东大毕业拢食槟榔、食薰、啉酒。那有迄个东大迄学生即款嘞，土是嘛知，迄看敢若知讲，迄绝对是假。啊，偏偏个台湾人拢媚，安尼迄个崇洋呐，看到美国人拢敢若因个老爸。看到日本人跟他的老母咧，弄安尼，看可怜无？所以我今日要甲咱大家讲的吼，虽然是甲法律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要甲咱讲一讲，咱既然来遮受法律的训练，咱的头脑要很清楚。你不一定爱相信我所讲的这些话，你应该检验。秘书长讲啥，甲记起来，看秘书长讲的对唔对？我上课甲恁讲的这，尤其是初级班来咧讲的，含高级班来咧讲的，你一行一行甲核对。啊，你若感觉讲秘书长讲的百分之百拢对，请你依照秘书长所讲的，法律这条路是咱唯一的路，咱好好，咱来共同。来打拼，来行这条路，让咱台湾的那个后代的子孙，尤其是台湾人，会当在这块土地永远生存下去，安尼好唔好？多谢各位，各位同心，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下课休息十分钟。